我操，别拿打了我！哎，这屋子给完了，老刘，这三甲房一个，我要炸了，外面还有，这个，哎，啊，杀不死。 不会不躲吧？我服了，真的，我不理解。 等会儿我要看看录像，真的，看看。服了。屁壳哥。哎。哎呀，牛逼！ 对，两枪准啊！真不是一队的。准呐！他掏出了他的神器，他居然不开枪。完了！我操，这没。这就是你人生的岔路口。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还有这种好事？这怎么会有这么玩游戏的？绝对是他老婆呀！哦，哎呦，可以，在他妈楼顶，哎，我说还把这三层楼抢着呢，这边六分之一。